我要进去了，那不是吗？直冲，我关了，我关其他的那个玩家了，我把其他玩家关掉了，那样会害我累，累过，完全累过，击败教主。笑出你的眼笑，你正多逃沮丧的眼角，命贵神速让你惊心眼冒，黑与白是我送你的颜料。天啊，这是小怪啊。我刚刚看到我打他那个，他扣那个血量好帅，这样没找我痛什么的。差点死，小怪。我的药水没有你的小心哥强，可以吗？哦，两次还可以，可是刚刚真的拖太多了。我的战斗力还蛮高的，这么快就 boss 了，这太快了吧！我不怕自己一波了，为什么有点办法？来。讲原神不能死，觉得这边死了我会很困扰。我钱死掉，我很困扰。我不能帮他补血，我不能帮他补血。我一到补血就没有人灌药水。我装备分数应该有你高了，六万了。多少？装备分数？输你三千，哭哦！我这纸张机怎么这么宽？开玩笑的。妈打我这么痛！僵持啊，糟糕！轻松，果然发现轻松。但是还有二王跟三王啊！哦，听说这个软不能打，这个软不能打。对，听说这个软打了会悲剧。中毒什么的？哦哦哦 ，Oh my god！Oh my god！
这样靠近就会中毒、欸、好痛哦、喔、这样怎么打、啊、加油不知道如果要只要这样 A 的话，我会打超久啊！我的原神打得爆他，满血，可是他这个不会不见啊，会哦。绕过去吗？可是还有蜘蛛哎、欸，应该是绕过去吧？因为我没有远攻技能啊，如果有远攻技能，我就拖过来了。这个蜘蛛。走这个刚是王啊喝不住对好不应该知道了所以我看他地图这个地方有一只王靠近就会中毒了不用打不会很难打吧？因为他刚刚打我也没有做扣非常多血。你可以远攻啊，那我不能远攻啊。靠近他就会啊，根本不用打、啊。靠近他就会啊。我不知道，你可以试试看啊。靠近才会那个、喔。那你好好、喔，我一招远攻都没有啊。这中毒不是开玩笑的，好痛啊！这个蜘蛛网的后面，这个撤退路线。我的挖机直接被毒死哎、欸。直接被毒死哎、欸！我的挖耳机，我的挖耳机录了40级的，我都有40的，虽然只有一级，可是他有40的。好啦，看一下不设计的，新叶卷，冲撞敌人，体验分子的水系，不是。圈圈是指向剂，嗯，就是在很多个地，在地面有很多个地方，它会打到后排的，然后它会冲，往前冲锋。这边应该要先死一次才赢王，这个地方真的没办法，这个只有冲，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好了，我打了，我帮你探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那是毒液。有，无限播放。那是毒液，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毒液长这样，有白色的那个。
他会吐在正前方。有没有看到伤害？然后会冲锋，有没有看到往前冲？小段小距离。然后这个毒你应该不用怕，因为他是近距离，我不知道会不会吐在你头上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看他脚底下，他脚底下那个白白绿绿的，那个是毒液，很痛。那个有跟龙卷风有的拼啊！哦，好，又吐了。废话，虫系不都这样？虫系也都这样啊。可是他血很少啦。好，打死了，轻松。这谁说？这谁说阿古斯很难打的？可是我灌好多水，我整个这是喷水，你知道吗？这些路上我都记住通了。所以我会累，可是我看下什么跑动，显卡跑动。呀，我显卡要跑不动，之前换过一次。中间卡还是不行吗？可是我现在没有钱啊，再换电脑也不会换显卡、啊，会延用啊。我洗腿。真假的？我比他惨。你这招太作弊了啊。三王在这里吧。涅夫史莱姆，涅夫史莱姆五十了，涅夫五十了，涅夫五十了，昨天49，昨天跟我们打副本的时候，是刚升49，因为打副本而升成49，他们应该是一起创的吧，他可能比较晚加入吧。哦，震动，我都要出现了。好，这小怪好强啊！这暴龙怎么会这么强、啊？哦，出现了！啊，他从悬崖下面爬上来，好可怖哦！他走过来了，阿古斯，巨兽阿古斯，来看他的技能。第一道技能巨力爪击，他就是打地板，
第二招技能，指向技，然后降低对方的伤害。有晕技，有晕技，应该是指向吧？指定晕技太恐怖了吧？应该指向晕技吧？没差了，帮你弹，抬起80块，你说这样吗？这个长短弯会让我想到呢？这长短弯会让我想到，突然忘记这样。冲我！哦，这个角度好像魔物猎人哦。等一下，我怎么看到他放那个火球好？好像这样。看到了纸箱计哦。晕眩不是指向，晕眩不是指向，晕眩是稳重，晕眩是指定，我不知道会不会打后排哦。糟糕糟糕糟糕！脚底下会有，我记得是火焰吧？那应该是火焰。脚底下有旋转火焰，哦，应该是这个。啊，脚底下会是有旋转火焰，然后，对，这可以躲，可以躲，可以躲啊！不行躲，不行躲，不行躲，指定晕眩是指定。总之晕眩是指定就对了。啊，又被晕了。啊！糟糕！没有我吃他指向，又晕了，又晕了。天啊，这个也太大只了！这个显卡要爆了！糟糕！回血！我这个指向。哦，晕眩真的是指定，亲眼看这个很清楚，看到了晕眩指定。可是他晕眩之后不会哦，怎么这个方位怎么弄的？他晕眩之后不会马上接指向，他晕眩之后会先咬你两下，让你晕眩结束之后再接指向。这个纸箱根本躲不掉啊！干你！哦，躲掉了。赢了！谁跟我说阿古斯比较难打的？啊！一整个是啊。我打到装备都是50，看来是要练到50。可是我没有打到剑盾，我只打到双枪。反正这个不能交易，我没有打到剑盾，真的。拿剑盾或双斧就好了。